I have in my hand a scarf that was placed over you and the pledge. For the G7 boys, the scarf is a symbol of the destination 6 years later, which is today, your graduation. 如果問翻六年前嘅我哋，會對嚟緊六年喺拔萃嘅生活有咩憧憬？相信我哋嘅答案都會係拔萃豐富嘅校園生活同課外活動，而唔會有人預計到我哋喺拔萃二分之一嘅時間都要喺屋企對住個電腦熒幕度過，或者咁講。我哋的確係與眾不同嘅一代拔萃學生，有人可能會話我哋特別慘，高中三年因為一個疫情，就令到我哋冇曬出國表演、比賽嘅機會，連唔同學科嘅本地 field trip 都係一隻手數得曬，冇得同同學面對面吹水，放假冇得翻學校打波。乐团、球队练习都要喺屋企练，呢一切好似都令我哋喺拔萃嘅生活变得黯然失色。但系，与其话 Class of 2023系特别惨嘅一群，我会话我哋系适应力特别强嘅一班学生。记得校长喺 Orientation Day 嘅时候讲过，希望拔萃培养出嚟嘅学生可以胜任各种各样嘅新工种。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无可否认，面对改变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学习的人生课题。由我们中一开始加入加多利山这个大家庭，到现在中六要离开这个家，进入瞬息万变的社会，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疫情期间学到的东西，应对各种外来因素造成的社会变化。其实相比我们在疫情期间失去的东西，我相信疫情为我们带来的东西是更加多。我们虽然没得在学校日对夜对，就连我们初中最喜欢玩的狼人杀都要用 Zoom 玩，但我们有的是其他拔萃仔都没有的经历。我们一定会记得在 Zoom 用 Annotation 画花老师的 screen 的日子，我们一定都会记得怎样用Memo纸盖住个镜头，然后用预先拍好的片整做 virtual background 尝试走堂的方法。我们也都一定会记得怎样一边开 Zoom 一边用手机同其他同学吹水的高难度 multitasking。 记得Dean常在把握堂同我们说 biology 要退而求其次，但在这里我想同大家说Biology 可能是这样，但我们拔萃仔 never settle for less。 即使面对疫情，我们一班学生都很努力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一直提升自己。老套一点都要说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这里所说的学并不单只是学业，还有我们拔萃学生各种各样的超能力。我们从来都不会允许自己落后于人，正正是这三年以来的默默耕耘，疫情过后我们都可以自信地在不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虽然我们在 campus 度过的高中生活加加埋埋可能只得一年多少少，但正是因为知道失去的滋味，我们才会更珍惜所拥有的东西。好记得中六全面复课之后，大家都会特别重视我们每一个在拔萃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PE 堂，最后一次 assembly， 最后一个上课日。而今天的 graduation dinner 亦都好可能是我们 class of 2023最后一次跟齐人一起吃饭，而
有機會向老師表達呢六年嚟嘅感激之情，同拔萃呢個家作告別。我哋 Class of 2023之所以可以冇穿冇爛咁行到呢一步，當然多得校長同各位老師一直喺背後嘅支持同教導。相信唔少老師喺一開始要上網課嘅時候都無所適從。WiFi 連唔到 ，Zoom login 唔到 ，Google Classroom post 唔到功課，各種各樣嘅技術問題，對各位經驗豐富嘅老師都的確唔容易解決。好多謝所有老師同我哋一齊順應潮流，孜孜不倦咁教好我哋。雖然我哋長期 mute 麥，搞到你哋好似自己同自己講嘢咁，但係希望各位老師知道。是有人听你们讲书的。还有很多谢所有校队、乐团、Clubs and Show 的负责老师，在疫情期间相信要帮我们手搞活动、搞训练，都令你们落了不少心思。我们一班蛮牛之所以不会撞到头破血流，都是全靠你们一直无私的付出和支持，我们才有机会做到我哋想做嘅事情。而除咗校长老师之外，当然都要多谢一众旧生同家长陪住我哋成长。如果冇咗你哋，我哋就只会沦为冇脚嘅雀仔，失去最强大嘅后盾。曾经有人讲过，人并不应该只是向帮助过我们的人报恩，而是要将这份恩惠传扬开去。 Class of 2023在拔萃这个家所得到的东西，我们一定会铭记于心，用同样的方法帮助这个社会，以生命影响生命，不会影衰拔萃这个金漆招牌。一日拔萃仔，一世都是拔萃仔。 Class of 2023上。We're the best of the best! Yes! We're the best of the best! We're the best of the best!